现在世界各地堕胎的情况都很多，可是这些婴灵全部都在地狱大铁笼里，手把着铁笼啊，哭着在叫妈妈，就好像急着要走出那个紧闭的铁笼。请问老法师，用什么方法能让这些妈妈不再造这个恶业？这些妈妈不相信，你跟他讲这，他说你说鬼话，他说你怎么这么迷信呢？啊，现在是什么时代呀？啊，现在是科学时代呀，人都走到太空了，你怎么还搞这个迷信啊？啊，你知道这个事实啊，不能讲。啊，你跟我讲可以，我知道。别人不相信，我相信。那用什么方法帮助他？自己真正修行啊，修到什么时候呢？用念佛的法门来说，至少念到功夫成片，你就能帮助他了啊。念到一心不乱呢，他们就都得解脱了啊。所以常常观想这一些婴儿啊，常常观想他们，只念他们的痛苦。我们把念佛、诵经所做一切善行的功德给他回想啊，这样就对了啊。救他们还是要先度自己，自己得度，他们就都得度了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请问老法师开示，背负这种业因果报的是堕胎者、医生还是国家政策？这些话你想想就明白了，用不着问我了。啊，那么负背因果责任最大的是个母亲。啊，其次的，啊，这个是做这个手术的这些医生，他做的少没有关系，做多了的时候，以后果报会现前，现前的时候他才会相信，现在他不相信。